好吧，你既然舍不得离开，你就再多受几年吧。等到你受够了再说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子。啊，佛菩萨绝不勉强你。啊，你愿意搞轮回，就让你去搞去。等到你哪一天搞厌了，你不想再搞了，佛菩萨就来了。那么我们再问，我们现前身体健康，阿弥陀佛能不能帮忙？我们现在烦恼习气很重，罪孽很深，我们都想忏除业障啊，都想身心愉快，好好来学佛，阿弥陀佛能不能帮忙？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，地球病了，灾难这么多啊，阿弥陀佛能不能帮我们化解？答案都是肯定的。如来的究竟方便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讲经教学。讲什么经呢？讲大乘无量寿经。你所有一切疑难杂症对治的方法、疗愈的方法，通通在这个经里头。问题信不信呢？信，宗教里面讲信的人就得救了，你信不信？信你就得救了。所以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，真的一点不假，他有不是没有啊。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处啊，这两句是经里面的经文啊，没有一样不能解决的啊，科学家也证明了，古今中外的预言是不是真的呢？大家也肯定是真的啊，但是这个真的是他在那个时候所看的，那事情到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变化的因素存在其中啊，那就是看什么，所以每个预言后头都看，啊，看你们的人心，你们会不会改变，都有这么一句。这就是说，预言是说的可能性，不是必然性，它可能。啊，完全在我们的心态。哎，你现在病重了，病危了，啊，你的寿命到了，寿命到了就没办法了，能不能延长？能。那为什么能呢？我自己的寿命到了，没有了，我为众生，众生寿命长啊。你要是能舍己为人呢，我把这个身体捐出来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再不为自己了，马上就延长了。啊，看你发心大小。啊，你发的心小一点，延长几年。发大心呢，延长几十年，不是定数啊。
啊，中国有个年岁最大的人彭祖啊，活了800多岁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、大迦摄尊者，在鸡足山入定啊，还在呀、啊，3000多、3000岁了。那他寿命可长了，他等弥勒菩萨出世，把衣钵交给弥勒菩萨，那还要等多少年了？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算法是56亿7000万年，他要活这么久。啊，等待教义部。我们在云南大理观光旅游的时候，还听到有人说，迦摄尊者常常出现。啊，有缘人就能遇到他。啊，所以法没有定法，啊，道理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自己的一生前途是自己心念造成的，与别人通通不相干了。那要是怨天尤人呢？那罪业可造重了。那你是迷惑颠倒啊！这些道理，《还原观》里面讲得很清楚。讲得很细啊，这部经很深啊，从宇宙这一大缘起讲起啊，讲到最后教导我们修止修观，止就是学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是惊人，焉能因此法之易行而疲世之乎？啊，这是一般人对净宗产生的错误啊，这个错误观念，好像这个法门太容易，成佛做主哪有这么容易？所以轻视这个法门。啊，他要学其他的大彻大经大论，殊不知其他的大经大论最后的归宿是相同的，那个路是走迂回的，走很多弯路，这个法门是走直路。啊，所以能相信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真正能相信法愿走这条路，都叫善根。啊，专接善根的。啊，那不相信呢，那你就走弯路去吧。下面老居士举了个比喻。是例如彩色电视机、录音机、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，虽与科技无智之人一按电流啊，便能享受此最现代之科学成果，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暂其科技之先进。
啊，举的这个东西很好啊，这现在每一家都在用啊。你要说它的道理，能讲得出来的人太少了。那可是他都会用。啊，简单容易用，马上就能收到果效。所以大家看到欢喜啊。啊，那个理太深了，懂不懂不要紧，只要会用就行了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净宗的理啊太深了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你何必找这个麻烦呢？佛说了，只有佛与诸佛他才能懂得才究竟。现在我们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吗？啊，这是什么个道理？不都明白了吗？啊，先搞明白的时候再学的时候，那你这一生就没指望了。啊，你这一生决定搞不清楚，你就去不了了，还不如那个老太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先去，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他全明白了。你没办法跟他比啊，老太婆是上根的，你是下根的。啊，你真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再晓得我这次为什么把华严经放下，讲这个经，啊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华严经是叫你把理途搞通啊，这个不要，这叫先做佛，然后自然就通达了。啊，真正相信自己，所以华严上两句话重要，首先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这一条太重要了。啊，净土经里头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观经里头讲的，是心是佛，就是佛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是心作佛呢？那你现在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是心作佛。阿弥陀佛是自性佛，你念这句佛号就是是心作佛，你本来是佛，现在又作佛，他怎么不成佛呢？啊，要念多少时间成佛呢？在一般看起来是三年，你看多快呀！啊，凡夫作佛只要三年呢。可是你听到这一句话，恐怕你害怕。哎呀，三年就要死了，这个法门可不能学啊！这帮人都吓退心了。真的，那是迷惑到所以然。六道里的这么苦，他还不觉悟，他还舍不得，还留念，那有什么法子？啊，那诸佛菩萨这旁边真是好笑了，没法子，好吧，你既然舍不得离开，你就再多受几年吧，等到你受够了再说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子，啊，佛菩萨绝不勉强你，啊，你愿意搞轮回就让你去搞去。等到你哪一天搞厌了，你不想再搞了，佛菩萨就来了。阿弥陀佛。